来讲到一个富人人讲去过菜市场，捡大伯无爱的水果，啊，洗洗了后，摕去亲戚朋友所经营的水果摊去卖，啊，有的是送人食。过菜市场的总经理是强调讲会加强控管，台北市卫生局是表示会赶紧去水果摊去抽验。大粪扫桶内放满只批发商蛋杀起的水果，有烂去，有卖相无好，也是有欠点。不过，渐渐确实传出一个姓苏的查某人捡只的，让人蛋掉的水果，清洗了后再去亲友经营的水果摊来卖，做无本生意。那有可能啊？你看阮的，伊若有摕来，阮的水果拢遮水，阮哪看伊便宜的水，要怎么卖？我们是卖好的，我们都自己去批的。员工坦白讲，这个姓苏的查某人有当时会提水果过来，暗过拢防拒绝。也捌苦劝伊卖阁捡这个水果，只不过这个姓苏的查某人也是会去新北三重埔的果菜市场捡，阁送去亲友伫台北市大同区的水果摊，传出讲有分送予龙山市的家友也甲朋友吃。我们觉得非常的遗憾，那未来呢，我们也一定会加强这方面的管制。最重要的是，对于这位老妇人，虽然她是邻居哈，那我们也列入呢不受欢迎，未来呢不准她再进到我们的场内来。其实市场内拢有公告提醒，卖随便蛋甲捡。果菜市场总经理表示，对于防蛋杀气这些蔬菜水果，除了清洗以外，部分原来会做精神的饲料。即个姓苏的查某人捡这无路用的水果，除了承诺讲未来会加强管控，也会持续来扩劝。记者综合报道。